它利用这个机具，好，这个是属于那个半自动的一个装配的机具，好，那它只要把这个烟丝把它放在这个位置，这样打开来之后，这边就可以把烟丝放进来之后，然后这边就关起来，然后这边整个空烟管就从这边，就半自动的空烟管从这边这样放上去。我讲一挤把他们全部打进，这个是非常大快人心，而且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大案。那今天幸福分局的表现可以讲是我们警察的一个楷模，特别是我们今年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在治安汇报特别要求，对于这个毒品的查缉跟毒品的来源，以及如果有万一有学生在吸食在毒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住这个学生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幸福分局能够在一个个案里面找出一个破点，然后一直向上追查，然后把整个这个产销一体来制造这个彩虹烟的这个不法集团能够一网打尽，这真的是令人非常欣慰，而且令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那我们。